坏了！怎么了？你是不是给他弄痛哎呀，不是啦，我手机好像落在车上了。你不要吓我好不好？车钥匙给我，我去拿。谢谢。你怎么脾气非常大的？可对你可真不错。出什么事了？哎，小菊，我还好，别担心。我很对不起啊，把你一个人留在医院。我没关系啦，大哥，你到底有什么事啊？要不要接？要不要我做点什么？嗯，没事了，只不过是我的一个朋友出了一点小状况。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事情了，不要担心了。小状况？难道我在你眼里只是小状况？小菊，你到家了吗？啊。我到家了，大哥，你在哪里？在吃辣用药，每天敷我三次，不要碰水，不要吃易发的食物，扭伤的部位定期来做针灸，一会儿到一楼去预约时间。嗯，好，给我，谢谢。喂，大哥，你到底在哪里啊？你是不是在医院啊？我。怎么样，严不严重？还好了，小伤而已。什么小伤啊，差点就骨折了。明天不要上班了，康复之前在家好好休息。哎，不至于吧？我只是伤了右手而已啊。本公司不需要只能动左手的员工。走吧，送你回家。还笑，幸灾乐祸。走吧，走吧。是不是一直都住在田磊家啊？她好像是田磊的妹妹。好像不是亲妹妹吧？都说了是妹妹，还问那么多？上车。坐前面。不要了。我有司机啊。不愿意。紧张，我别弄得好像我残废了一样。手伤可大可小，如果你不治好的话，以后会经常复发的。以前我舅妈就扭伤过，一到现在下雨天就钻心的疼。可
可是我的应该没有那么严重吧？不严重，不严重，你缠那么多纱布干嘛呀？好了，大哥，你就听我的，这几天你一定要好好养着，我会帮你换药的。哎，那倒不用了，你还要上班，我自己可以换的。自己怎么换药啊？你就听我的吧，我帮你换药。现在上床睡觉，快点，来，我帮你换鞋。哎哎，不用，小菊。前段时间，你跟我说不要让我再对你那么好，我还以为你们俩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呀。不会啊，你是我大哥嘛。那可是我也困了，我先回房休息了。大哥晚安。小菊，哎，小菊。两个人一起回来了，在门口碰到的。啊，对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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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又去玩去了吧？你说你这一天到晚在外边晃荡，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爸，我……哎呀，好好，爸爸知道，心情不好是吧？嗯。那也得抓紧时间自己调节啊。每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那自己要赶紧排解出去嘛。你要是自己不振奋，谁也帮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嗯。哦，还有，事情要是决定了，就抓紧时间去把手续办。我已经帮你约好律师了，好吗？爸爸希望把事情办完之后呢，还像以前一样，该乐就乐，该玩就玩，好不好？开开心心的啊。嗯，好妞。哦，对了，以后找对象的事儿，坚决不能听妈妈啊。她说好，我就把她毙掉。你妈妈脑子是个坏掉的人。不知道一天到晚在想。爸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要接妈回来？啊，对啊，什么时候接妈妈回来？我干嘛要把她接回来？她自己没有长腿吗？想回来自己走回来好了。爸，我觉得吧，这两天我们家太冷清了。你要是不把妈妈接回来，我就搬到大姐那边去住，那边可热闹了。对，我也要去。嗯，干嘛呀？造反啊？啊，把老爸一个人扔在家里，你们忍心啊？你们搬过去我看看。那你就把妈妈接回来啊。就是啊。觉得你好困啊，你别待时间长，抓紧时间休息。妈不在当然累嘛。天磊的力量真的有这么大吗？什么？看你跟白天完全是判若两人，跟天磊有关系吗？
了哈。喂。喂。干什么呀？哎呦，哎，你不是郑秘书啊？这不是郑秘书的电话吗？什么郑秘书啊？哎，对不起，打错了啊。喂喂喂，胖头鱼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找郑秘书打我的手机，现在都几点了？你打电话给他干嘛？你想做什么啊？你想做什么啊？你说。你看，我找郑秘书要谈点公事，怎么就打到你那儿去了呢？好奇怪、啊。哼，公事你不能白天打吗？现在都几点了啊？你打电话给郑秘书。哼，哦，我看你啊，你是不是故意趁这个机会想要去靠近人家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你说是不是？啊！来，不要嚷了，还大半夜干什么呀？我真的就是要休息了，突然想起来一件公事，我就给郑秘书打个电话，很正常的公事公办公事，你明白吗？哎呦，我说胖头鱼啊，你是不是太想念我了，又不好意思打给我，所以呢，你就找这个烂借口啊？行，瞎想什么？我还会想你？真是笑话！我想的是郑秘书，胖头鱼！不，我说错，我说我不是想郑秘书，我是想你。没有，我没想你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瞎想啊！我就是要给郑秘书打电话，谈公事。好了，不要瞎扯，我要给他说公事了，拜拜。喂，胖头鱼！这样还是老婆了，哎，真的是老烦事，侄儿我很高兴。气死我了！强子，出什么事了？玉文，我要跟你打离婚。这个四家伙，他把我一个人丢在外面也就算了啊，还打电话来气我。啊！我如果再跟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的话，我会短命的，我会短命的，玉文。到底怎么了？你不是好好的在这做面膜吗？你爸刚打电话给我，他还口口声声叫我郑秘书，郑秘书的，这个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，气死我了！不可能的，而且就是一个电话。哎妈，你怎么知道爸不是故意打电话气你的？他。我本来也是这么想的，可是他刚刚亲口承认的。妈，爸不是那种人，什么不是？啊？哎，妈！哎呦，不要哄了，空口无凭，您又没有证据。我要是您啊，现在就马上杀回去，抓他个正着。哎，啊对哦，啊我还在这边干什么？你赶快去帮我叫一部车啊，让你好看，我带着你正着。啊！快点，去叫车，叫车！快叫车去啊！妈，我送你过去。哎，不用了，你在家里就好了啊。万一什么？我要去抓那个透明老丈人，你想去看热闹是不是？不是这个意思了。我要帮你叫。哎呦，我听到怀了一次，赶快去帮我叫车吧，你不要再讲了。去呀、啊！快点啦、啊！哎呦，累死我了！哎，不过我说宇文，我说刘刚这人虽然没什么出息啊，哎呀，不过嫁给这种老公啊，至少心里踏实一点，不像你爸，是个坏东西呢，气死我了！二，一，哎，好准呐、啊！喂，下降，冷静，冷静，你瞎喊什么呀？谁是老色鬼啊？我在这躺着好好的，我怎么老色鬼了？不可以这样子，我怎么了？我？你当初怎么说的？你跟我求我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你要一生一世对我好，现在好了，把我一个人丢在外面，不婚不婚也就算了，还跟别的女人乱搞，难怪别人说男人一有钱就会变坏。我宁愿你现在还是当年那个臭魔鬼，至少还有一颗真心。好，宝贝，哎呀，我现在还有真心，你屁呀你！你最近早就被狗咬了？没有。厉害。
呀，不是我是说我的狗没有背心，我的心没有背心，你们没有没有，摸摸摸，你看，真是一个套路。再那个套路，你还跟他的女秘书打电话，是不是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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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给你打的，你接的吗？你忘了吗？我给你打的。放头鱼，你是不是太想念我了？故意打那个电话哈，找这个烂借口。没有，不是。我问你，你到底有没有跟那个秘书打电话？真的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有没有？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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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查一查，没有，就只有你的电话。这是谁？柴智屏是谁？啊，是好朋友嘛，一个生意伙伴，台湾的，你记得了？好像有听过。这对了，暂时相信。好了，我要回宇文家。喂喂喂喂，等等，都已经从宇文家回来了，干嘛还要去啊？啊，在家休息，好吧？啊，王八蛋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真是想让我回来的话，你明天就乖乖的到宇文家去接我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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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不不。这人都已经回来了，还要去接，多麻烦呀！又费时间，还要费汽油。哎呦，什么汽油？我还没有跟你求偿我的精神损失费啊！你还我，你还我，你还我！哦，好，哎，我赔，给赔！你说赔什么？赔什么？哎，有了，我的那个美容卡也该换。对的，还有，哎呀，我前几天啊看到一个5克拉的钻戒，是方形的，太漂亮了。5克拉的钻戒，买不买？买，全买。你买是吧？对对对。好，好，我回羽绒家。喂。这太赖了啊！我都已经代买了5克拉，都买了，干嘛还要回宇文家呀？我的行李还没拿回来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行李算什么啊？明天我让司机小周去给你拉回来，好吧？今天早点休息啊，累了累了，来来来来，乖啊，上床休息啊。哎，对，老公，哎，我还有话要说呀，听说啊，哎呀，那个李先生被揍了一顿，是吧？是，揍了，怎么说？哎，老公，我跟你说啊，哎呀，喂！哎，你是个什么女人？你疯了吗？你啊，一点情调都没有！你天天啊都在这干嘛呢？你啊，你干嘛要凶我？你想消消你一下。我不说就是了，干嘛那么凶？哥，我可以了。我给大姐发个信息，告诉她大功告成了。哎，将来我也要过这样的生活，多好啊！虽然他们两个总是吵架，但是却很爱对方，把对方当成自己生命中的氧气一样，一刻都不能离开。雨欣怎么说？和好如初。啊，太好了。老公，最近跟我妈一起住，你是不是很辛苦啊？哪有那么辛苦啊？哎，你不觉得最近妈对我的态度跟以前不一样啊？现在想想啊，还要感谢你爸。要不是他把妈赶出家门，我哪有这种机会得到他认可啊？哎呀，我的傻老公，你怎么这么善良啊？我相信即使没有这一次，我爸妈也会看到你的好。真的吗？你真的这么觉得？当然了，而且经过雨欣的这次事情，我妈应该彻底的认识到，其实一个人的心地比他的外在条件更重要。好老夫，小菊，你看啊，先按这个地方，然后搬这个地方，他就会前进，一直往前走，明白没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行，我交给你了啊。好。
会开，怎么会开成这样呢？我是会啊，我就是不知道开关怎么关。清洁部谁让你开的？我去找他。不会别的事，是我自己笨。知道自己被他开。人事部，帮我叫杜经理听电话。都几点了，还没开门？不像是个会赖床的人。丽丽小姐，丽丽小姐。来了，丽丽小姐。哎呀，我还以为你不在呢。先生，你怎么了？生病了？你怎么脸色那么难看呢？我好像有点发烧。哎呦，好烫啊！你，哎呦，你怎么那么粗心呢？这发烧发得这么严重，你怎么不打电话给我呢？有人躺在家里，你到时候出了事儿，这怎么办呢？哎，来，我背你到医院。来，我不去医院，我怕打针。哎呦，我不去医院。你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保护你，啊。没事儿的，你发烧，我吃点药就会好了。我真的不去医院，我不去。难道这么多年，你的日子就是这样过的吗？没人关心，没有人照顾，生了病就自己随便吃点药，自己一个人忍受这些孤独跟寂寞，这样的日子还算是人过的日子吗？啊！前你没有认识我，你爱怎么过就怎么过。你现在认识我了，你就得听我的。来，快，我背你。不要想那么多。来，上来，我背你。来，快点。你不要耽误时间。来，我背你啊。嗯，来。哎呦！不，郝先生，我是不是很重啊？你不重。哎，我只要一使劲啊。我就会哎呦，来，你别怕啊，你进来啊，来上来，哎呦，我再使劲啊，哎呦，要不是妈发现，你打算瞒我到什么时候啊？哪有瞒你啊，只是怕你看到了之后会担心嘛。哦，我看不见我就不担心了是吗？这个小菊也真是的，明明知道你受伤，居然也不回来告诉我，他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啊，小菊，是我告诉他不要让他跟你讲，所以你不能怪他了。天雷，你告诉妈，你对小菊有没有其他的想法？什么想法不想法？妈，你这个问题这很无聊。那好，妈今天给你表明个态度。小菊虽说现在是你的妹妹，但你别忘了，她曾经也是你的婶婶。我希望你能分清你们的关系。还有就是，现在除了爷爷孙女的身份，我不希望她以任何理由住在这个家里。好了，走，妈陪你针灸去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可以去。你是不是又约了小菊？是不是让她陪你去？妈，我不知道这样你会不会累，可是我会很累。
嗯，手机呢？是我说你，你多大年纪了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啊？你以为你还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？这丽丽小姐少说也100多斤，你平时连点米都没扛过，怎么着就想直接跨地挑战呢？你啰不啰嗦呀？哎呀，你讲话怎么跟乌鸦一样，呱呱呱呱的，烦不烦死了？医生，你待会有空拿个针把他嘴巴缝起来，吵死了。哎。丽丽小姐最近的表情调的怎么样？我问你话呢，你哑巴了你？说话呀！老板，是你不让我说话了，我哪敢说话？医生，麻烦你啊，待会儿你给他脑袋扎几针，这人呢，脑袋坏了。放开了，方雨欣。没想到我会来吧？你昨天把车钥匙落在我的包里了，我今天呢是特意来帮你取车的。你要怎么谢我？你干嘛不说话呀？啊？天雷眼光真不错，这姑娘又漂亮又大方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也在这针灸啊？没事，只是扭了一下。哎呦！扭了？怎么扭的？这老板他是背了一袋100多斤的大米上。你这行了吧你？100多斤的大米？这半年没事背大米干嘛呀？你好了你。你好。我叫方雨欣，我实在很委屈，很生气，他弄了我的感情。哎，我说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说话的，一点教养都没有。你说谁没教养？你说谁没教养？你不就是上次喝多酒去我们家闹事儿那姑娘吗？对不起啊，我上次真的是喝了太多了，所以我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我说你这姑娘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上次喝醉酒到我们家大吵大闹，现在又跑来医院跟我们家天磊在那打情骂俏。我说你到底懂不懂什么叫害羞啊？爷爷，您别误会，雨欣不是那种女孩，我们年轻人之间都是这么开玩笑的。是啊是啊。雨欣，你是雨洁的妹妹吧？嗯。不是上次说你要结婚了吗？我。妈，那个婚没结成，只不过上次就是那个男方一厢情愿吧。那这么说，你也是我们天磊的朋友吧？啊，那要是以后有空了，就常去家坐坐。好啊，谢谢谢
今天的怎么样？有没有好一点？老公，这是小杰的订婚宾客名单，我都拟好了，你看看有没有漏掉的啊？哎呀，香香，这是在公司，我在工作，你没看见吗？这种事情回家再去说嘛，啊？哎，我知道你在工作，我也知道你在忙呀。可是，哎，我们前些日子为了雨欣的事情，把小杰的婚事都给耽搁了。我是来找江怡的，我是怕她担心，我担心她生气。哎呀，不要瞎担心。江怡是一个心胸非常大度的女孩，你以为跟你一样小肚鸡肠？你说什么？没事。潘导演，哼，你昨天还对我甜言蜜语的啊，还说你爱我，怎么了？一到了公司就换了一张嘴脸，哼，你是不是故意要做给那个郑秘书看的啊？看看你自己有多威风啊，在办公室里面是个董事长，那贬低你老婆是不是？嗯，是不是？小点声，姑奶奶。干嘛？外边员工都听着呢。听到了怎么样？好好好，我是。好，我错了，你就是不给我留面子，你要给雨洁留面子，她可是这公司的总经理，你是堂堂总经理的妈妈。哼，妈妈怎么样？哎，我是你老婆，我跟你讲，跟我说道歉。我道歉。说你爱我。我爱你。说你不能没有我。我特别不能没有你。好吧，回家再说。先看名单，好，好好看，好好看，好好看。哎，累死我了。哎呀，真是，好好一个人在家多清静，干嘛非得把他请过来？为什么？我没什么，我说这个名单确实有。好好看啊。进来。哎，江怡啊，快来来来来。哎呀，江怡啊！哎呀，江怡啊！哎呦。好多天没看到你来了，江怡。哎呦，江怡，你怎么搞的？几天没见你就变那么瘦啊？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哪有啊？啊，对了，伯母，我听说前几天您跟伯父不太开心，我本来想过去的，不过雨洁说让我不要插手。哎，没事的，你伯父那个死个性啊，我治得了他。没事的啊，而且啊，小杰是不想让你操心，他现在啊全心全意在准备你们的婚礼呢，他现在啊可忙着呢，太开心了。啊，好，对了，江爷，你保姆呢？写了一个你请嘉宾的名单，还选了几个地方，你来拿拿主意，到底在哪儿办婚礼啊？哎，对对对，看一下看一下啊啊，看一下，伯父伯母。让你们费心了，啊！不过，雨洁已经决定，我们的订婚暂时延后。啊？为什么要延后？啊？这是小杰的主意还是你的主意啊？啊，对啊。雨洁说，雨欣呢正在办理离婚手续，所以不想刺激到她。哎呦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呢。哎呀，你放心好了，这雨欣的事啊，影响不了你们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婚礼照常举行，能延后。是是是，雨欣现在已经没事了。就是啊，她没心没肺的，玩一玩就开心了。再说这个时候，更需要有开心的事情冲淡，这样大家就能忘了啊。婚礼照常举行，不要改啊。哎，对对对对啊，伯母，伯父，我真的不想勉强他，我觉得。你们还是先问问他的意见吧。我想，不管雨欣的心情对他来说，到底是不是一个借口，总归都说明他现在不想跟我结婚。所以，让你们失望了。这个混账孩子，我是不气死我了！看大家伙都来什么时候了啊！看大家不穿一个女人青春，你多好的尊贵啊！好了好了，站一站一站站，站站。行行行行，冷静冷静，外边很多人呢，让人听见你笑话。这什么孩子，真是我气死我了。那个江姐，你也不要着急，有我和伯母在这儿，一定不会让你受委屈的。小杰，我们会去找他，啊。没错。该怎么准备怎么准备。啊，
你放心好了，绝对不会让人委屈的。那个死孩子啊，快去教训他一下，都是你的事。好好，教训他一下。好，我教。死。坐坐。喂，大作，是我。嗯，今天轮到我值班，你记得让天慧或者阿姨帮你换药啊。对了，今天你有没有去针灸啊？那就好。好了，你不要担心我。嗯，我会注意安全的。嗯，好，大哥再见。清洁部，这里是警卫室，总经理办公室灯坏了，一闪一闪的，麻烦你过去换一下。嗯，好，知道了。对，我是跟江姨这么说的。妈，我有我的考虑，希望你们能够尊重我的意见。好，好，我知道。好，晚点回去再说。好好好，好，拜拜。是你啊！今天是我值班啊，灯泡坏了吗？刚才发现它坏掉，之前一直在闪，你把它们都关掉了。那是哪个灯泡坏了？一二三，第三个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站那么高太危险，还是我来吧。没事，你不要逞强，我来，下来，下来，灯泡给我，两个备用，算了，还是帮我拿着。你会帮我接啊？我接。不管是谁，跟他们说我等一下会打给他们。哦，好。接啊，在里面。不想了。没关系，你拿着吧。干嘛？嗯，舍不得下来啊？下来啊，下。那又怎么样？好吧。